好消息，杨坚成功解决了航班上的灵异事件，那厉鬼的源头被限制了。一个信息传回了总部，负责监听的秦媚柔顿时欣喜若狂，并且将这个消息及时的上报了。解决了吗？ 很好，杨坚办事我们还是很放心的。虽然脾气冲了点，性格有些糟糕，但能力却没得说。从灵异事件出现到现在，他仅仅只是用了一个小时，值得鼓励。现在伤亡情况怎么样了？电话里传开了副部长曹延华的声音：“秦妹柔道，回部长，目前确认的伤亡有五位，两位飞行员，三位乘客。” 这算是刷新了一场灵异事件伤亡数的记录了，曹延华感慨道：“一次灵异事件才死五个人，这简直就是有点匪夷所思。通常情况之下，一场灵异事件从发现到结束，至少都会产生几十个伤亡数。不过，部长，因为灵异事件的缘故，现在杨坚所在的那架飞机已经失控了，目前正在往下坠落，最多还有两分钟，可能就要坠毁了。” 秦媚柔随后又语气凝重道：“曹延华笑了笑，这事情杨坚能处理。他拥有鬼域，别说一架飞机出问题了，就算是一百架飞机，他也保得住。准备安排地面人员负责接应吧。”“好的，我立马通知。”秦媚柔立刻道。此时此刻，这架失事的飞机上。 尽管飞机还在坠落，但杨坚却依然不急不忙地将这只手用金箔包裹好，然后放进了一个黄金盒子里。虽然没有焊死，但这只手掌却不会到处移动了。因为杨坚发现，黄金就算是在第三层鬼域里，却依然存在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黄金才能将鬼给限制住。这就是黄金能关押鬼的原理吗？ 杨坚看着盒子里的这只手的形状，他知道这看上去有一只手在里面，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这东西在三层鬼域的之中才会显现出来，平时是根本就不存在的，如诅咒一般，肉眼无法看见，所以普通的遇鬼者面对这玩意根本就无法对付，只能远离，类似于一种无解的存在。 我到现在才明白了黄金的存在。可是王小明靠一个人的研究，一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原理。那家伙到底知道多少秘密？杨坚脑海之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王小明。黄金是他发现的，鬼竹是他研究出来的，可见他对厉鬼的研究比任何人都要深。 所以，当杨坚真正的涉及了一些真相之后，才会明白那个布鲁斯皮到底有多可怕。找个机会，我要去接触他一下，必须弄清楚一些事情。杨坚收好了黄金盒子，看了看 J 室的方向，记得王晓明的研究室就在 J 室。不过现在可不是去想这个的时候，飞机都要坠机了，先解决这场危机再说。 他透过玻璃窗看外面，发现地面已经离得非常近了，顶多一分钟，这飞机就要坠毁。不过杨坚却一点都不担心，他和其他的遇鬼者比起来，有种天然的优势，那就是他驾驭第一只鬼的时候就有了鬼域。换作是童倩、冯权这类遇鬼者的话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坠机了，根本就无人为力。下一刻。 杨坚动用了一层鬼域，覆盖了整架飞机。原本下降的飞机顿时停了下来，并且以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方式，就这样漂浮在半空之中。哪怕是已经失去了动力，也没有往下坠落。车经常开，这飞机还没有开过。既然事情解决了，就继续飞往这事吧，省得到时候又要转机。 杨坚不想浪费时间，既然动了鬼域，干脆就把这飞机送回 J 市的机场去。没有理会客舱里那些尖叫崩溃的乘客们，他一个人出现在了飞机外面，站在那机头上面。一分钟之内，这架航班会在 J 市的机舱降落，你们那边安排人员接应吧。杨坚对着卫星定位手机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 秦美柔声音有些不自然，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她和杨坚共事了。虽然很短暂，但她却见证了杨坚多次力挽狂澜，解决一次次危急事件。如果灵异事件可以被宣传的话，杨坚的新闻估计已经满天飞了，全部都是一些英雄事迹，足以轰动整个社会。 但偏偏这个人却冷漠的让人胆寒，性格自私自利，脾气暴戾无比，完全就是一个犯罪的典型。一些反而被看好的遇鬼者，如周正一类人，却已经坟头草都长出来，而且还因为自己的死带来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。反而杨坚这类几乎放飞自我的人活了下来，而且还活得很好。 所以，当秦媚柔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心情是特别复杂的。他有点崇拜杨坚那一己之力扭转整个局面的英雄般壮举，又厌恶他那冷血无情、见死不救的为人。可偏偏这两者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持恶鬼身行菩萨事，秦媚柔想起了一个人说过的一句话。 那是总部公认第一的遇鬼者驻守 J 市，保证了整个亚洲大局上的稳定。杨坚此刻站在这家客机的飞机头上，沐浴着阳光，俯瞰着整个大地，同时使用鬼域的力量，携带脚下的飞机飞往 J 市。他说：“一分钟之内赶到 J 市，绝对不只是说说的。” 以他现在的鬼域可以轻松覆盖方圆十公里。如果只是赶路的话，速度有多快，他自己都估算不出来。只知道围绕地球转一圈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，只是不想因为这无聊的尝试就去浪费自己的能力罢了。一道红光，好像是幻觉一样，从天空之上一闪而过。厉鬼的力量被杨坚运用到这种份上，也是少有。 仅仅只是半分多钟的时间，一架飞机就诡异地出现在了 J 市的机场上空，如都市传说之中的幽灵火车、幽灵轮船一般，足以让人瞠目结舌。但现在估计 J 市又要流传一个幽灵飞机的传闻了，传闻之中的鬼眼杨坚来了。 机舱附近，不少特殊人员目光有些奇异的看着这架突然出现的飞机。他们早就接到了通知，提前做好了接应的准备，所以知道一些内幕的消息。这个杨坚还真是够嚣张的，踩着一架飞机来这事，不怕突然暴毙了。不少准备接应的遇鬼者不禁暗中冷笑：你如果能解决这么多高级别的灵异事件还活着的话，你也可以嚣张。 旁边有人冷淡道：“上次大昌市会议就有不少人吃了杨坚的亏，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王小明的弟弟王小强都被他给宰了，换你，你敢？”